在咱顶一段，为咱观众朋友特别介绍咱五福千岁，甲咱囡仔成功，以前庙地的精彩故事了后，相信各位观众朋友对囡仔讲有初步的认识。信徒对着万善娘讲的称呼，嘛人叫囡仔成功。咱万善娘特别有成立一个兴善团。兴善团如何会成立呢？咱各位观众朋友来甲听看卖啊！听讲咱囡仔讲，无那拢有为咧代表迄时啊啦。即个我咧成立即个兴善团，啊，我伫广东省即个珠海是后来设厂。啊，当初要设厂哦，就是啊，请五福先生，请囡仔讲去找即个地，啊，伫即个深圳啊、中山啊，找足侪家。啊，才经过三年后，才定即个珠海一个工地。啊，定出来土地，啊，我就想讲。迄阵啊，跋杯请示，讲安尼，啊，咱有信用，来代表安尼嘛，设一个神明厅，啊，神明厅跋落来寸尺，啊，面积安尼。等到这个神明厅起好的时阵，我感觉足奇怪，啊，像我这干部三四个，啊，我阿公无两个，啊，这个不听啦，遮宽，啊，是迄几个拜拜，但是咱头去家拜拜，啊，怎啊过第二冬烧来，来讲我每年啊，拢有农历四月份的第一个礼拜。甲农历八月份的第一个礼拜，啊，四月份就是讲去大陆，啊，咧接受这李福千岁甲范福千岁的圣诞，啊，八月份的第一礼拜就接受完成啊，讲圣诞，啊，即要圣诞要甲接受，啊，无就来招这台商再结缘的，诶，这信众啊来团拜拜拜，啊，慢慢啊，对第一年的100外的，第二年的200外的，慢慢甲增加这即摆来参加台商来团拜有600的。600，我才印证讲，咱王爷公所定的这个佛厅的寸尺，特别容纳真多。但即摆这个600啊，容纳袂过，已经信众啦、团拜已经拖出去到外口的，凉亭啊。安尼哦。啊，所以这个印证讲，咱海外出外去台商，去到咱这个广东省，甚至上海，真怀念咱南门新大天路，我有先生关于做万家公的灵感。啊，所以一个安尼加和函，加通知电话。大家拢烧酒，啊，就来参加这祝寿团。所以无因在话做，我阮这个兴善团，啊，会使讲第一个去到大陆发挥，啊，咱五福先生嘛，是啊，讲囡仔讲去甲伊发扬神威的一个祭奠，对。啊，无因在话是一个婚礼。了解了解，算讲咱五福千岁，咱这个万神爷公，我那是神威显赫个，对啦。啊，听讲吼，咱囡仔讲过一寡迄个。不可思议的这个心境吼，咱较等下吼过来请教咱张董，甲咱讲一下。这个咱成立这个南昆新大天路大天双华兴善团，啊，咱这个名称是咱南昆新大天路五福千岁关如做万声公啊来所属的这个旗号，啊，这个宗旨啊，就来随着咱五福千岁关如做万声公来兴善救世的工作，这个义务团体，啊，咱这义务团体的成员。啊，拢来自咱南北二道，啊，家己主动自发，啊，家己自愿的来参加这个义工的行列。啊，所以咱五福千岁关有做万善爷，非常的来疼痛这个兴善团这个成员。啊，伊的宗旨就是一个兴善救世，啊，大家当安尼无私无念，主动自发，啊，来做这义工的工作。啊，为什么要成立这个兴善团呢？就是咱的五福千岁关有做万善爷。因为伊的神威啊，透过咱这个所谓咱这个民间的讲这个旗手啊，就咱这个透过这个灵媒的关系啊来啊帮忙这个信众，这个善男信女啊有疑难的问题，比如讲啊运道啦、做事业啦、身体啦、囡仔读册啦、求学啊，种种咱台湾这个信仰啊这个宗旨啊呢，啊透过咱千岁啊、万圣公的这个神威啊，就需要这个旗手。啊，这基础就是讲啊咧，这个程度吼啊，参差不齐，啊，所以才成立这个咱兴善团，啊，由咱前个老团长啊，陈庆娥这个老先生啊，阮第一任的团长，啊，我声明伊的牵加，啊，来作为第二任的这个团长，领导这个义务团体，啊，就为着就是讲求真，这个真意就是讲袂当往骗你，啊，要讲收钱，哦，无金钱的往来，啊，一切兴善。救世啊，所收集的奉献
啊，拢来交代予咱这本路管理委员会。啊，阮行前团到这个成员南北二路、台北高雄啊，所每到的这个触角，不单讲台湾全省每一个角落，甚至到对外广东省这个台商的每一个所在，啊，拢有去过。这上海、昆山啊、苏州、台北，台商也有咧困难，啊，请咱潜水的金尊啊，到伊对话，啊，到伊的工厂，啊，甲露出这个尴尬，啊，来甲指点、甲指示，大家得到真侪印证。所以，阮潜水啊，甲关于做万事啊，真肯定阮这行善团所做的工课。啊，所以，阮南昆山大天路、大天山外行善团，是落潜水啊，关于做万事啊，讲会疼痛，大家这成员团员。啊，真义务，真用心，啊，大家来参与这个工作，啊，感谢大家安尼，当安尼，日后南昆山大天路会当发扬这个神威，啊，咱作为义工，作为信徒，就是一个目标，求真、求实，啊，无私无念，啊，一个奉献的精神，啊，望未来大家这成员会当安尼来加入咱行善团、行善救世的工作。啊，来发扬咱南昆山大天路啊，这个广大的神威，尤其咱囡仔讲、万声讲，真疼痛咱这囡仔、这小孩，所以呐，来这参拜的人，囡仔读册求学一定要金榜题名，啊，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多谢大家。大天宣化行善团。为了继续万善爷行善宗旨，不止所做都无收费啊，也是义务的工作，所以善缘也出自个人的意愿。难怪伊感动各县市的团员，千里迢迢来到这个所在做行善，甚至也跨海啊，也对着咱对岸的民众。替着咱的台商来解决因的疑难杂症。行善团在咱平常时也替咱的信徒，如果若有难题啊，有困难的民众来甲解厄，由咱的举手，透过咱的仪式。和咱万善爷伊的显灵啊，来帮助，甚至来参拜的善男信女啊，要民众的答谢，所关系交咱的委员会来处理。所以讲，这个金银财气啊，起来救助更加有困苦的人民啊。在咱民间。宗教的信仰当中啊，相传是一个很重要的活动。接下来，咱带观众朋友来了解王船的故事。船啊，一只一只真壮观的王船，在王爷信仰当中，伊对这件代志真重要。而小王船也代表小条瘟疫。的疾病迄个意识，早期咱一渔民啊，为了祈求平安的活动，然后演变至今，成为地方祈福遥景的意识。这是成为沿海一带的特色祭典。出来进前，我来参拜，感谢王爷公，阿婆俾我身体吼健康，平平安安，阿婆财源。农业信用大多数拢是伫西南面啊，即边遮，就用伫台南县市、昆嘉南一带一块了遮吼。那么伊本中心嘛，是伫按南昆山、南昆山庙即个所在地吼。那么是安怎即个所在变成农业信用的一个中心？最重要就是讲，即个所在大多数是拢是伫海边啊。那么为遮开始一个信用的中心扩散哦，
一家是核心圈，然后是外围一颗嘴，一圈一圈这样扩散出去。那么这些所在比较上，伫附近这砖头，因为是拍岩，也是讲特海的关系，所以考虑这些人信的王爷的比较上较多。然后加上着海漂海流的关系，所以才有一挂王船的信用。那么王船跟王爷结合以后，变成考虑这边家重要的这种王爷信用，佮更加蓬勃。在咱顶一集，有为咱观众朋友啊介绍过，王爷节，也就是咱五福千岁的圣诞。而咱国金庙宇所分灵出去的王爷，拢会倒转来咱的宗庙来回乡。这个活动啊，也吸引真侪咱的顶头，甲咱王爷的生日这一天，而咱各地方的神轿啊，拢来等下这个所在来做一个汇合，不只是闹热啦，要感觉伊的回响、神人的作用。辅助安心辅助，为核酸国家品质标准，抗龙洞的养骨骨肉家，骨甲肉两种动物拢有灵性灵气，所以伊拢真长寿。骨功能可通任脉，处理骨骼来保健保神保血。肉功能可通咱的动脉，处理肉的伤感来保命保健。补气，也会当养骨的骨肉家，对着病人病后身体衰弱的性品，抗运动的养骨骨肉家 GMP 大药厂制作，有国家品质标准，政府合法认证，抗运动的养骨骨肉家，放心啊买，安心啊吃。需要咱服务的专线电话：0800-588-669。各位朋友，人咧讲，目睭若模糊未明，肝也就拄做症，这一代真艰苦。康宏堂金永信的面膜丸，自身面膜针对肾虚、目睭模糊来个服用非常好。肾虚的人会头晕目眩，目睭袂清，容易流目油，黄金看袂清楚，这也毋是一般目睭药啊会当治好的。康宏堂金永信的面膜丸。会当自身面膜，针对上了年纪的老大人，肾亏损、视力减退，来个服用真好。你使用目油，目睭要清要平，腰子肾脏兼顾，抗运动的百年制药金永信的面膜丸，足好诶！这个药，这款面膜丸足有效。需要咱服务的好朋友，免付费电话。0800-588-669，0800-588-669，0223-6319